所以我听不到有人找我的声音。那个是牧场吗？下去看一下。你要去吗？我去哦。你去，你去，我现在没上班。结果在市区啊，他在市区，我在观察野生动物啊。不是他，他因为他在无线电里面，我以为他在。没参加，我昨天太累了，我昨天睡着了。昨天我有跟他们说，我现在就是眼睛压力太大，然后要去睡一下，就睡了13个小时起来。就是这个啦，就是这边啦。我每次到这边撞到那只狼，它每次都会从那个冲出来，我每次都撞到它。哦，气死欸，每次都它。又没有了，这在哪里呀？聊天室要吗？不是简讯回就好了吗？因为我昨天有在聊天室打，然后那个管理员说不用在这边打。阿公说因为我没有回他简讯。是哪里啊？是在哪里啊？哎，还有意思吗？擦撞到啊！你怎么了？你发生什么事？等我一下哦。那个日的那个超速啊，擦撞我啊！啊，警官啊，我可以骑车回医院了。好好好，那我医院见你啊。
感谢 follow。哇，我走错路了！哦，算了，我想说应该走右边那一条。要没油了，希望我撑得到。来，我帮你挂号哦，哦。关了。好的，好的。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养乐多啊。哎，你就是第一天载我的那个啊。啊，你是哪位啊？我载太是，多人了。哦，好，没关系。那我们到后面请吧。我很常来啊，你们的医院，狗日的，一直割人蛋蛋啊。我有听说过，可是没亲眼看过。我上次他妈的脚擦撞啊，那个小破皮，他跟我说割蛋蛋啊。你看我好手好脚还可以跳啊，刚刚他扭捏的被撞来晕来来，了。躺右边，躺右边。医生啊，帮我检查一下，手脚有知觉啊，还可以啊。有，我看应该就只是擦伤而已。那我帮你涂的，涂点消毒水，擦擦药就好了哦。我看你指甲好像有一点裂掉，帮你剪一剪哦。警官啊，不是警官啊，哎，最近被抓多了，都会叫错啊。医生啊，那这个医药费怎么算呢、啊？擦伤、剪指甲600块，加挂号费将800。所以是1400吧，对吧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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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800。啊，怎么那么便宜啊？啊，早班嘛，没办法。哎，医生辛苦了，等等多给你一点啊。不用啦，你当时带我去就业，还帮我抢一台车，就算在这个优惠里面啊。哎，那个应该的啊，新住民，咱们对新住民都很好的啊。今天你们医院来一个那个叫什么紫薇啊，那个怪怪的啊，谁啊？那个紫薇啊，晚上。昨天晚上新进的、啊、那个一个女护士啊，朵她朵。黏黏的，她给我乱造谣啊！我跟她说，我给她3000块啊，叫她好好关照啊，别再乱造谣啦。然后她跟我说啥来着的，在暗网发那个讯息啊，说我什么蛋蛋没有不见啊，然后说我未来老公很幸福啊，她黏黏的乱造谣啊。这个晚那上个紫薇啊，哪个子哪个飞啊？我还没遇紫过薇。他哎。晚上的那个紫薇，我也不知道啊，那好可怕啊！好，你晚上小心一点啊，尽量早上那出个事情啊。医院的那个女护士啊，那个动不动就割人蛋蛋啊！好啦，你再躺着休息一下吧。医生啊，这个要休息多久啊？你觉得脚能走路就可以起来啦？啊，你做这种的脚啊、手啊很重要啊，注意一点啊。医生啊，我感觉我好多了。那你起来跳一跳吧，可以就出院吧。啊，医生多的当生活费啊，好啊，谢谢谢啦，谢啊。啦。啊，起慢一点啊。没事啊，我最近哇放很慢啊，我看到那个医院就怕啊，那个晚上都是女护士啊。我刚刚在看野生动物，看到一半就接到你的单子啊，就过来救你啦。没事啊，医生啊，你先在梦中继续看啊。
好啦，慢走喽。真的辛苦啦。加油，加油。要怎么加油？不能这样加吗？可以吧？哎，我是不是也应该要演神经病啊？我觉得不演神经病对自己好亏哦。有没有？像那个谁，小穗是演那个，小穗是演那个心理医师，然后局长也，哎，不不，局多多也演神经病，那我要演，那我就要演兽医啦，真的要演兽医了。我下次就说，来啊，我来检查你的尾巴哦之类的，好，就这样子了。我就说，怎么这只猩猩的体毛这么少啊？这种尾巴怎么这么短之类的？哦，只能在加油站加油吗？我以为可以在路上加油诶。那我买油桶就没啥意义了。这样子，没有啊？不是可以买油桶加吗？没有，我昨天就是在侧门啊。哎，我不想死哎，只剩我一个医护哎。没有啊，不是这个吗？1公升哦。来加个哎，不是 Anita 吗？按下确认，我按 Enter 啦，Enter 不是确认吗？往下选，哦哦哦，感谢你，感谢感谢感谢。是不是没玩过？我很少加油啊，我那时候都把车子存进车，藏那个车库再领出来啊。啊，我也是自己买那个啊，油桶自己加，感谢 follow。我们再去看吧，搞不好看一看又可以触发什么剧情，对不对？感谢 follow，感谢 follow。可以买油桶，有啊，我手上这不就油桶吗？而且还是汽车那个诶、欸，这个啊，汽油桶，可是他不给我加诶、欸。你看，他是叫我进入后座，我没有要包毒啦，我是要去看动物啦。我要去看动物，不是包毒。你们好好说话，我对毒品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当下买当下加哦，那其实也没有说到很好用诶。走走走，我们去看动物。不知道有没有动物园？没有。而且我刚刚是要进那个农场去看那个牛，又单子就来了。我问一下哦，刚刚那个养乐多跟我的对话，他的声音是不是很小？
因为我昨天听自己的记录档，觉得其他人声音都好小，所以应该是我要把我自己声音调小的不对，因为他们声音已经拉到大声了、欸。哦，其实很多可能是别台来的。我们这边有一个不成文规定，就是不能打双等于。我是还 OK， 可是就是有些人不喜欢看到啦，所以就是尽量不要去踩到别人的底线，对吧？但是我知道山上有我同类啊，我在找他们在哪里啊，我刚就是在到处找，现在找到了，确定狼的位置。而且一只狼喜欢在高速公路上面乱撞人哦，撞到死掉，活该啊！然后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，他怎么还在这里？怎么办？很多人都有在问，你说别人的声音很小吗？大麻有美洲豹，我知道。所以你看哦，我设定，然后声音、语音聊天都是大的了，输出码输入都是大的了、啊。聊天时音效音量，这就是我们在讲话的时候，可能下雨啊还是什么的，会小声。是基地附近的商区，我知道那天那个谁，每次老天在抓人的时候，都会去撵到一只兔子。不行，我觉得我今天晚上无论如何都要来当一下玩伴，来跟朵朵学习一下应该要怎么用。好了，可以取消标记。这里，这边会有狮头动物。电脑声音调大，哎呦，其实，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个鬼啊，那是狼吧？这样子，我所有东西都要重调了，因为。我其实现在音量是，我看一下哦，我音量现在是22%，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我要自己耳机调很低的声音了。可是这个耳机很奇怪，就是它的音量大，它的耳机的音量大小就是会自动帮我把电脑的音量大小调好，所以我很尴尬。哎呀，刚刚那几头鹿嘞？安安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啊，还是忘记买望远镜了哦。我们慢慢接近咯。哇，这个就不会被发现耶，我的天哪、啊、好棒哦。哎，还是他发现我了啦，他现在在笑我吗？哎呦，没有。可是我按趴下会不会突然站起来吓到他？哎，不会。啊、哦，好近的距离哦！哇，这才好嘛！昨天哇，这样
这样观察好不好？这个毛发、这个毛色、光泽，不错不错。这附近的草看起来营养啊，它的脚被锯掉了，有人在拔鹿茸。哇！哇哇哇哇哇哇！这个姿势很像什么神那种山神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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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，哎，好近距离哦，这样看起来这样好爽哦。又要来，又要来，哦，我发现他们的规律喽，他们就是呈现一个三角形的吃法，看那个要往右前方走，然后这个要往我左边这边，我的头，然后会在这边吃一下，哦，这三个点是他们要么藏东西的地方，要么是他们传纸条的地方，你看传完纸条，他们可能说，你看那个白痴。趴在那边，以为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就假装在这边，假装吃草，那个白痴就会以为我们看不到他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这样踩他，他还以为我不知道他在这边，哈哈哈哈。我可以在这边吃东西吗？哎，我要一起吃哦，等我一下，我不然我会饿死啊。哎，你们要不要喝水？我这边有瓶好喝的消毒水，你们要喝吗？好险！哎，哦，这样好爽哦，拥抱大自然。等一下哦，晚安，睡觉，改变姿势，睡觉，躺下。啊，这一定打，这一定踩得到头哦！看好，看好，看好！我的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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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头！哎，没事。哇，你看晴天、草地、动物，多么棒啊！你说前面有猪是不是？我们去看猪好不好？好啦，改天见啦。我记得鸟也可以撞诶、欸，我那天在救人的时候，我撞到一只鸟，它飞超低的，我就把它撵下去了。听说这边有猪猪，哎，它真的躲起来了，哎，哇，兔兔你在哪里？兔兔你在哪里？小兔兔你在哪里？啊，跑到对面去了，可恶！先确认他在哪里。在哪里？臭兔子你在哪里？让我抱抱！让我抱抱！你在哪里？好喘，好喘，好喘！哦，不行，我应该要用这个姿势才对，改变态度。走上。
有人呢。猪猪，这边有猪猪吗？你好，我来突袭检查。听说你们这边有虐待动物事件，是真的吗？请把手机拿下来，现在是很正经，要讲正话。来公上。What's your fucking problem？ 请配合调查。I'm gonna kick your ass over and over. 欸，动手哦！我要干嘛？动作表演，等下检查。哎呀，出门也没带钱包，我要怎么赚钱啊？是他先推我的。好啦，我们继续调查。听说这边还是有虐待动物事件发生。高尔夫球。哇，游泳池欸，哇。啊！下雨了，蹲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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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。猪猪呢？怎么没有猪？这还在上班，我在上班啊。他先动手打我的虽然我最近痘痘长很多，长得已经真的很丑了，可是我 CWT 还要出去见人没有啊，就是现在没有单吼，没有人受伤是好事啊。啊，我们医院的人就是啊，猪猪，等一下我要把车开过来。我应该随时开着这个，然后突然很像很累，有没有这样？好，继续跑。好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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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累。然后跑一跑，跑，好累。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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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，然后开始又好累，好累，跑。感谢发喽，嘣！进不去，小猪，你好可怜哦！等一下，下雨啦，真的好烦哦，没地方躲，先进去躲一下好了。然后，重点是我们在小猪旁边